各位，我是有志在将来要像小先生同款去办报的。当今中国，我认为是一个思想汇集的大时代。要办好报，做一名及格新闻记者，上重要的素质就是博学。古今中外的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哲学、天文、地理，甚至各国各地的风土民情，卡数拢有当融会贯通，就当什么拢知影，就算是着我知影，安尼你才会当找到有效的新闻，写出好的文章。我会为广东南海来北台求学，就是想要挖苦这间上悬的学府，得到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识，将来学小先生做一个优秀的报人，为中国的报业尽一份力。我感觉伊讲的是对啦。等阵大同学，你拄只讲得真好，也毋过有一点我毋敢认同，迄就是你拄只讲。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，首先得考调大学，甚至得读北京大学这种的学校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。你敢是这个意思？中学同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现主是咱中国，是不是有真侪无够水准的小报记者？这拄好是咱报业的悲哀啊！好，那呢，其他的同学对陈会员这个观点？有什么想法？这位同学，请你发言。陈师傅，我无赞成这位同学的观点，至少伊的观点无够全面。我认为即卖时代。要做一个好的新闻记者，知识、博学虽然重要，不过不是唯一的，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。而且吼，知识嘛不一定是学校的教育所提的话，社会嘛是大学嘛，所以我认为要做一个好的记者，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是人的思想、立场，还有职业操守。好，请你讲了较详细一寡。我感觉做一个新闻记者，不应该对人讲。要对自己得到的资讯分析、论证、气味准真，对表面和内容做自己的判断和结论。当然了，这里面立场是非常重要，咱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，站在历史潮流的面头前，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，咱的文章才对这个社会进步有帮助。当然了，若想要做一个记者，首先就要严格来遵守职业操守，遵照新闻的客观性、真实性，努力来坚持真理，坚持来求事实，家己都要拒绝利益威胁甲污染。咱即马伫咧乱世，操守品行才是上重要诶。讲得好，讲了对，讲了好。讲得袂歹呢。陈会员，你对这位同学的发言有啥物看法？我只想要听看卖你的辩论。尊敬的小先生，各位，我刚才想要甲大家提醒，这位同学并不是咱研究会的正式会员，伊刚才是咱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，敢不大家就说出去啦。对伊的观点，我无法度，嘛无愿意去评论。哎，你俩看袂起人啊？你拄则讲的话，我非常的失望。阿祖，敢讲你认为你一个北大的学生，就比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较高贵是吧？就是啊。往好将相，宁有将好。这句话道理你应该清楚，不过我看你不是王侯，也不是将相，你哪会就知道毛泽东同学不是我们的会员呢？照我看，毛泽东对新闻学的认知，未比你这个北大哲学门的学生较差。我讲完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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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你就是二十八卫星毛泽东啊！先生，是我，
杨昌泽先生向我推荐你真侪摆啊，我有看过你的文章，体育之研究，对吧？我受了真大启发，莫迪东，我真欢喜，阮新闻研究会有你这款的会员，我欢迎你到京报常常来坐，咱交流一下。坐，哎，好，来开始后一个课题。准姐，哎，来来来。你看，这就是阮的编辑室。小先生好，好，小先生好，好。所在较简单，唔通见怪。你唔要客气，较随意咧。顺姐，你咧想什么？铁杆乱手，铁杆打斗机，乱手写文章。先生，我对这个乱字会当看到你对真理的坚持。甲信用的坚守，好，你讲了真好。这四字就是我的新闻观，当时我认为作为记者都应该有这款的操守。润子啊，咱伫个心中正义，忠孝思想，同时也唔惊生死去救死民众，这才是咱的操守甲品行。先生，你的品行，学生受教啊，受客气啊，我今仔日唔是要甲你讲什么操守。只是想要跟你交流一下思想，你对我来。哎，你坐啦。哎，我吼为你准备上好的茶米，咱今仔日哪品茶，哪交心，好无？哎，润姐，之前你讲一个记者应该有伊的立场甲思想，这特别重要。我嘛是安尼认为的，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最近敢无看什么书？敢有家己信奉的思想？先生，我平常时在中山，真少看到什么新的书啦。所以只要我找到的，我全部拢看。啊，若讲信奉什么新的思想哦，也无准算啦。不过比较起来，在这个阶段，我对无政府主义印象更加深刻。嗯，无政府主义，我之前嘛对伊真有好感，尤其是克洛普特金的合作论。不过过去一年。我对社会主义产生真大的兴趣，润子，你敢知影去年俄国发生的革命？我有听过。这回来北京，我定来听秀雄先生甲丈夫先生咧讲，后来去图书馆阁查资料，也毋过拢是无啥物完整，也未形成啥物具体的体系。秀雄先生，我知影，伊当日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，我嘛是受到伊的影响，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。哦，对啊。这些资料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甲俄国革命的，你看卖，我受到真大启发。这样，哈，这，我吼会找一段时间，将这些拢重新整理一遍，出两本书，一本叫做《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》，另外一本呢叫做《新俄国之研究》。我相信，只要这两本书出版，一定会甲中国的思想界。带来一股新的空气。顺子，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发展，咱做新闻工作的袂当停伫个原地，咱一定要对付好这个时代的脚步啊！先生，我以后敢会用常常来这甲你请教。顺子，京报的大门永远向你拍开。嗯，真侪年以后。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·苏洛讲：“邵飘萍对我的帮助真大，伊是新闻学会讲师，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一个有热情、理想佮优良品质的人。”